叶先生，日本的这两台清洗机现在在那个烤机状态，现在给你拍个视频，给你汇报一下这个进度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定做的一个加高的一个那个机箱，然后这里是我们定做的一个冲磨屏，然后这里的脉宽，然后激光功率，然后它的。这个扫描速度以及它的频率和脉宽都是可以调动的。然后现在就是在一直工作状态。这个就是定做的一个，按他们要求做的一个三个轴的一个工作台，这个是上下可以上升下降的，啊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前后可以移动的，前后移动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可以做旋转的，松掉两个那个把手之后就可以任意旋转角度。好。预计下周肯定可以发货。